看我们家的动物，球球就每天在这晒太阳，大胖也在这晒太阳。大胖一边晒太阳一边在洗脸，是不是大胖？大胖，哎，他走了，他去找吃的去了。大胖，我也每一次拍的视频，他都开始给大伙表演吃饭，给大伙表演吃饭。大胖不是在吃，就是在去吃的路上。哎呦我去，你这！一说拍你就开始吃饭，就吃的更嘎嘎香。大胖真太能吃了，大胖，哎呀我天，这腰，虎背腰圆，虎背腰圆。球球，你这睡在这地上，这太阳晒得舒服不？球球，你看这球球又睡得眼眯的。哎呦，你看那个大胖，就在那吃。我给你们瞅瞅大胖，大胖，好吃吗？那我来看看，让大伙看看你怎么吃的，好不好吃？不要吃太多，吃上一次吃太多的吐了，吐的都是猫粮。你看那肥，人家都说你瘦了。我给你控制一下，就吐了。那天吐完之后就感觉他瘦了，之前还好，这两天慢慢又吃胖了。那猫好容易胖，我发现。看大胖吃饱了，就在那个猫抓盆里面开始梳理毛发。嘿，梳吧梳吧，挺好。嘿，给你们正面展示一下。看今天心情不错，大肥猫，水溜溜的，真可爱。哎，球球怎么回窝了？球球，球球回窝了？球球，刚才不是睡地下了吗？怎么又睡窝了？球球。那个球球天天也是吃饱遛好就睡觉了，过得也挺开心的。大胖吃饱之后，也就是在那晒太阳。看我那太阳还挺好的，看养的花什么的，那猫啊狗啊，给它还是挺开心的。大胖，梳好了吗？还有牙哥还搁那咬，给你们离近拍一点。哎呀，可惜。大胖，梳毛梳好了，梳毛梳好了，躺着晒太阳了。看我们大胖长得英俊不英俊？天天就是在那个猫砂盆里边晒太阳，要么就躲到桌子底下躲猫猫。嘿，给你们表演一下，挠下巴。哎呦我的，还没挠好。哎呦呦呦呦呦！爸爸，你长得真好看，真萌。嗯，又梳毛了，说你萌，还真又梳毛了。看我们家小乖，每天都睡在这个沙发这个角落里，因为大胖老找他的事儿，他就只能挤在这个角落里睡。小乖，小乖，小乖，你真可怜，天天都睡角落，太阳也晒不了。也不能晒太阳，一出来大伙就找他的事儿，他好害怕的。小乖长得挺白，挺好看的，是吧？
哎呦，张大嘴巴了，天天都在那角落这睡，可怜巴巴的。给你们再瞅瞅大胖，大胖睡得真舒服，大胖你睡得真舒服。哎呦喂，小眼眯的，嘿，这个盆儿刚好，大胖睡得刚刚好，不大不小，刚好。太大也不好，太小也不好，你看，睡多舒服呢，太阳晒的，这毛真舒服。这不在外面流浪了多好，在外面流浪又冷又没有吃的，晚上特别冷，是不是大胖？来，看一下你，你挠挠脑袋。哎呦，这很享受，摸摸脖子，给挠挠脖子。看你享受的，嘿，哎呦，真好玩！小爪，你看小爪多锋利，你看那爪子锋利的，你看那小爪，那这指甲，哎呦，吓人！我再偷偷给你剪掉，我再把你的爪子给你偷偷剪掉。偷偷的剪掉，要不然你都挠住人了，把沙发都抓烂了。咦咦，嘿嘿，还这样啊？还头一歪，这看着挺温顺的，那怼小乖的时候特别吓人，头歪的，眼瞪的，这多乖呀，都乖乖猫猫是吧？这猫多乖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睡吧，等会我偷偷把您的指甲给你剪剪。拿了个指甲刀，哎呦，一看就知道了，一看就知道了，赶紧不让弄是吧？把手赶紧藏起来了，剪指甲好不好？看哪个长，剪哪个好吧？对，炸开，炸开，哎，对，炸开，我给你剪。哼，剪掉一个，小手，再炸炸。又剪掉一个。咦，这个长，这个长，这个太长，哎呦，这个也长，嘿嘿，剪掉一个，炸了，炸，炸了，炸开，炸开，炸开呀、啊，这个呢？你都挺长的，剪一下啊，咦？挺好吧，这样挺好吧，又剪掉一个，快准狠，快准狠。先搂我吧，这小子，现在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小手，这个，哎，对，岔开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岔开，岔开，他搂我嘞，搂我嘞，搂我，小样，你还搂我？诶，搂我了，搂我了，爪子都出来了，哇，爪子好厉害呀、啊，好吓人呐、啊！他挠我了，不让我弄。咦，他挠我了，不让我弄。那小爪儿，他不让我弄，不让我弄。嗯，呦呵，呦呵，
行，我赞。哟呵，你吓死我了！吓我了！咦，hello 我嘞，hello 我的给剪，给那小手，那小手，偷偷给你一个一个剪了，知道吧？